我们下一个欢迎的乐团是什么乐团？你们是饿了吗？可以再吃吗？来，下一个首乐团。好，谢谢。
Thank you. 这个，我自己的麦在帮我加二，谢谢。哎 ，Andy， 不好意思，我刚有请遗漏过去。那个我自己的麦想在大一，谢谢。啊，燕文你要什么？颗粒颗要大场，谢谢谢谢。我刚外场是不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现场人都听到我的破音了，对不对？车，我也控制不住啊，他就这样子啊、哎。好吧，来吧。不好意思，那个燕文的 click 要在大三，注意哦，不是大声就好听了。我不是说燕文，我是说我们的音场。那个，然后燕文那个大鼓 click 要大二，然后那个大鼓那个低频少一点。好，实习如何当个舞监？
不知道你听我们现场音场怎么样，但我相信我们外面音场是 very nice 的，因为我们的 PA 是来自于日本的 ESP 毕业的六级 PA， 不是大声就是好听，还要有精准跟特色，我的破音，谢谢。谢谢。哎 ，Andy， 不好意思，我是午间哪里？那个燕文的 Kick 在大二，哎，谢谢。给你还是他要？
因为我要听自己的克利克大二，谢谢我的就 OK。现场晋升为外科医生。谢谢 Andy。不要推挤哈，要甩头，要跳的，要嗨的，往上面，不要往前推，往前推不好玩。自己在自己的绝对领域里面自成一格才是最帅的。来，场地尽管再小，我也要看到你们玩 Go Car， 我要看到你们 Circle Pen， Circle Pen。鞋带就，
今天就是很 free， 因为是我们的2023 final show。下一首歌《病入膏肓》的《Golden Times Pro》。Golden Times Pro 因为赌博病入膏肓了。Thank you. Love you so much. 我们这一年，2023年。从年初，我记得第一场是暗黑破坏神，最后一场是这一场，中间过程早就忘记了。我只知道说，我很感谢血肉的 FJF 团队，每一场演出完，我都深深以自己为 FJF 的一份子为荣。谢谢 FJF， 谢谢总是让我们在台上享受最棒最舒适的演出。下一首歌，感谢劳力，送给你们，也送给团队，团队对血肉来讲，他
太重要了。这首歌妈的做的超好，太厉害了吧！这首歌，《Golden Tide Bro》这张专辑走到了今天，再加个几天，就应该是满两年，哎，满两还是三年了？2021、2022、2023、2024，满三年了吧？这样子，谢谢各位，我想你们应该也听到烂了，所以我们有在想要做新专辑啊，有在想而已，又不是已经在路上了，老了做歌很累，但我相信我们下一次做出来你们一样会很满意，你们会把头撞破，会把手撞断，因为我们都是 Golden Tide Bro， 林哥，小心安全，小心安全，早日康复。孩子们，想让你们自己一下，泄露的现场。神父在这里跟你们打
Yeah.
气。有人的眼睛掉了。好，我今天不会洒水，因为今天很冷啊，洒个屁啊，干！没有听过这样的要求啊，好像九品芝麻官一样。那是你们要啊，后面的人要吗？我得要考虑一下好了。等下有人寄批来讲，伊感冒啊，伊叫我的水讲着啊，迄个无好。袂使袂使，你答应，恁爸爸妈妈无答应啊，恁爸等下甲我讲。好，做一首歌，谢谢。是斗阵精英杯，精英斗阵杯，精英斗阵杯，找血肉来，让我们得以有这个的最后一场。谢谢窗口季安，谢谢。好了，那就是最后一首歌了。浅海洋，谢谢。哎呀，搁浅了，大船搁浅了吧？无聊。
现场有看到你来你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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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金豆珍杯找血肉，谢谢血肉的团队，谢谢你们，在这里先预祝你们圣诞节快乐，2024身体健康，平安万岁。你别在你单位都无人会甲你骂丢人，无知识无礼貌。干嘛啊？现在是他妈尾牙的大放送，是不是？来吧，各位。我还是要说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斗争基因，基因斗争杯啊，谢谢基安，谢谢主办，还有谢谢 FJF， 谢谢经纪人捏捏。今年这一场，今年的所有演出都很好玩，我们就在这里先画下句点，明年再见，谢谢。再一张哈，是血肉的摄影师要拍的，我们你就给我们你最灿烂的笑容吧。三、二、一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